抗癌女星朱新怡与老公卫斯理昨日欢庆结婚十二周年，卫斯理早在家中先送上十二周年大礼爱马仕包包，珍重她的红心。她在脸书中甜蜜告白老公，她总是懂得我的需要，就算平常很多 OS 全部咽下肚了，看来结婚越久老公越懂得生存了，还是我变得世俗好哄了。卫斯理还浪漫地订了高级餐厅庆祝两人结婚周年。朱新怡去年生日宣布罹癌，历经一年治疗终于抗癌成功。她很感谢老公在抗癌期间无怨无悔照顾自己，也兼顾妈妈的角色，你的努力我都有看见。文章一出神下全网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祝福，人生中有几个十二年啊，患难见真情，超羡慕这对夫妻档的啊。Bye.